我去找碗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拿着葡萄来不拿是、啊、当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葡萄？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葡萄？看就有某个人，就有个雷点击我，我操！啊，我一样是假秃头米奇，我跟旁边这个，刚刚那个有没有人说老？我不知道。然后鲨鱼还有小狐狸啊，那接下来的关卡是农历新年哦，这次的很短，让我们以一碗热乎乎的面食再送上一盘多汁的水果来庆祝啊，星期六面食哦哦面食哦，那个狐狸我们切八段，居然说我老，我说我 老狐狸，你怎么都听到，你怎么都听到我说你，我说我老，我老。我不能嘲，我只能自我嘲讽说我老吗？我怎么都说你老？吵起来，吵起来，吵起来，吵起来！哎，按叉叉，妈的，我你等二十秒了。老的哪个叫是谁？是哪个老的没有按？就那个 PS， 就那个 PS 五的啊。你怎么可以确定是我呢？你怎么可以确定是我没按呢？说不定 Abby 其实要用 PS 六在跟我们玩。为召唤时光机。等一下，我的辅助模式我看一下，102。我们不要开太多辅助了，那个太久了。哦，看为什么变提高关卡计时是300秒？看，我把它开120就好了。然后关闭订单计时。就我开120之后，我们只有到800就停。靠背哦，看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已经不想要那个了，那么痛苦了。我们有玩过一次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试玩，可是没有录到的样子。我没有，反正我们重录就对了。这关是要干嘛？煮面。好像玩得很痛苦，因为有些好像有那个。有他妈的龙。对对对，有 dragon。就是这个、看。dragon。哎，下面有猪哎、欸， oh. 还有印度300。把它全部切一切拼盘，好。我看一下。然后被那个龙吃到很会躲、啊。哦、oh, ，谢。来，阿红跟小庸在下面切，我们给你们料理。啊，那个柳丁跟这是什么？蒜叶，不要看错。拼盘。啊，你们不要放盘子，我们放就好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好，来 ，Abby 送，哎，我送。给我一个葡萄 ，Abby， 你尽量给葡萄，他们很多都要。哎、欸。小庸洗碗、哦，谢谢。我、哦、干，干，谁丢乱丢？送我、啊。然后我们两个切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两个上去切，你们两个上去切，然后我们两个下来捡，这样就不用换工作、欸，这样就不用换工作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切好了，来，来，我来摆盘。然后我要柳丁，好，柳丁。柳丁，这里。柳丁，来啊！换我上去、我上去拿柳丁给你们。柳丁这里，给你桃子。来、啊，给我，那是酸样还是桃子？切！啊，不好，阿浩，你负责拿，我负责切，那你就直接把切好的拿走。然后我要啊，你把切好的放在盘子，然后 Abby 就一直给料。柳丁，这个是什么？上去喽。我要那个很那个我不会念的水果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杨桃、葡萄、杨桃，哪一个？杨桃，你说像星星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杨桃啊！我现在手上拿这个，我干，你丢到我了。还有这个，好，我还要杨桃跟杨桃，有没有杨桃？姐姐 ，fuck， 走开，偷胖！再一个杨桃。需要洗碗，我来洗。哎，怎么都没有？哦，没事。我是小用，我们干脆你在上面，我在下面就好了嘛。一直这样跑来跑去多累呀、啊！啊？阿红不想跑了啦。啊，不想跑了。阿红不想跑了。那你帮我摆盘，小用帮我摆盘、啊。我在洗碗，等我先。哎，我要杨桃，我没有任何一个杨桃。给、欸。靠腰，我洗碗怎么拿到手上的水果、啊？靠背。欸、那个水槽可能要清一下。我要杨桃。等一下，你先、欸、把碗洗一洗，把碗洗一洗，我已经没有碗了。我洗。
来更近的。好，羊头来，羊头来，来。葡萄放着，谢谢。可以。好，来。小优，你没拿东西，你在那边走什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有手把有震动到，刚刚有接到就被拿走了。洗碗。洗碗。需要有人帮 Mickey Mouse 洗碗。太多杨桃了。我需要葡萄。那个葡萄只切一下的是怎样？那个是左下角的葡萄，帮我放到这个盘子里。谢谢。然后杨桃跟，哎呦，洗碗，走开！啊！哦，是谁？在那边当胖子？我在洗碗，不是你这个啦，那个刘海比我多的，这样是我。然后我还要那个，我还要对，我没有说你老。今年是新年，我们现在在新年，我们应该要喜气和和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叹气？喜气和和。你给我去顾垃圾桶，你去倒垃圾。好，我去倒垃圾。新冠卡倒垃圾。洗碗，你洗碗，你去洗碗。欸、我去找碗了，我去找碗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拿着葡萄来拿脏盘子。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葡萄？为什么我手上有葡萄？看就有个人，就有个人丢啊！操！好了，不要再丢了。我走过去就一个葡萄飞到我手上。那我本来想说我两有魔力的，一直有东西两手空空，两手空空去找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大不完。等一下。洗碗，地上都切好了啦。啊，对，放地上，客人不会吃，客人不会看到。走开、欸！这个音乐一直中 bug， 很好笑。洗碗，葡萄，好不好柳丁，我现在才洗碗就好了。柳丁，对，你今天只要洗碗就好。这是杨桃，谢谢。需要柳丁，好，放着。在一个盘子，干！我送餐都送到桌子上，在那边挤啊！请不要一直挡到 Mickey Mouse 院长的路，谢谢大家支持我。你为什么要送脏盘子出去？我看到了，金鱼。我要拿进来，我在等，我在等他出来。金鱼。你看他送脏盘子的样子，超可爱的。来看我表演，哇！中华表演，一人一颗。Ben， 这关很简单呢，根本就不用开辅助模式。哎、欸，天气好了，差不多。